だろ。へい、任せとけ。太过瘾喽！今天是个滑梯叫金光，干超远的、欸。那在影片开始前呢，还没订阅的记得按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才可以知道什么时候上新片跟什么时候直播。刚刚68胜率代表几乎没在赢，这周打电脑会赢，所以胜率 最少都要猫在88起跳，没有80%就戳仔，这一季50%，好啊！推荐玩这游戏吗？无聊的时候可以玩玩看，很不错。当成有两个罐罐在玩。每天就打五场这些东西。誰にも止められない。これは負けねえっすよ。想要背的是角色的中投能力，到底哪一只是要贴防？まだまだこれからだろ。無駄っすよ。今の俺は誰にも止められない。Nope。学到好招。超级康特早穿的是太过瘾喽。攻防一体。火神的缺点就是不能直接持球自己控，只能后移。但其实评价不会这么差。我觉得黄赖最强是这招，他跑速太快了，然后这个游戏初期的命中率没那么高，所以他可以一边踩一个好防守的位置，然后又可以摸干扰，特别恶心。不过黄赖出起来的没有啊，客家可以嫖，我一定会出影片告诉大家怎么嫖，简单的。这招怎么盖啊？一直在研究这一招，很少人会用，但看很多人盖得到。要再盖慢一点，就是可以像流川枫那样，就应该可以滑底角。再多试一下，应该是可以滑底角进攻。超远的、欸，什么小？干超远的、欸，那看能不能滑到另外一边去？他可以滑底角、欸，我现在还没有点突破的幻影，如果有的话，可以两边一起滑，但敌人会守得更痛苦。早川真的蛮准的，中投。游戏初期就好准。哇，包能抓不着。
誰にも止められない。我这是缺点是篮板没很强。超级炸鱼的、欸，然后 S 就还没出啊。干他妈这超远的，这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没看到，这个安田进城捞的。是不太会盖住的。啊，我现在蛮确定这个火神的弱点的。他手往后拉就要盖了，他不用再飞一段时间。哟，这个人抓到弱点。但是已经结束了，老哥。鱼塘超强，这是他妈太强，而且才点16%天赋而已，今天完全没有全开。不是吧，不是吧，花之丸第三组 LINE 贴图都已经发售了，你还没购买第一和第二组的贴图吗？如果前两个你不喜欢，那你就别错过这次第三组好用又好看的贴图了哦。想购买或了解的请搜寻 SystemB 或花之丸。